呢度係太子站，太子站有啲防暴咧喺個地站嗰度咧就捉人啊。系咧，防暴咧喺太子站入到地站入边捉人。呢度太子站有啲防暴咧，就入咗嚟喺度捉人。系咧，防暴入咗站捉人喺太子站。事前冇警告，太子站咩？太子站走唔到啊！神。呢个一手资料，肯定系啊！派啲第一批嘅防暴咧，就入咗嚟呢个付费区入边啊！我见到咧系警察有推撞啊，喺不停喺度捉人嘅。我唔知道有冇其他傳媒喺度啦，但係咧，我肯定咧，呢一個係好突發嘅事件嚟嘅。見到喺太子站咧，其實已經有兩個人咧已經被制服咗啦。在我現場所見咧，係未有傳媒喺度嘅，有一個喺我對面，但喺我嘅左右咧，其實係冇人嘅。出閘無需使用車票或八達通卡。電子防護，由於發生嚴重事故，本站將要關閉，乘客必須馬上離開。所有閘機已經開始。咩事啊？因為咧，頭先咧，有一班市民咧，喺旺角站搭到去太子站，喺太子站入去嘅時候咧，架車咧就突然之間就話唔開，所以咧就有一大批嘅群眾咧就喺個車站車入邊咧出嚟，咁就見到上月台之後咧有一大批嘅防暴警察咧，包括有啲速龍咧就喺閘嘅出邊咧就衝入嚟，咁拉咗目測嚟講咧至少有兩個嘅市民咧係被制服咗嘅。喺邊啊？佢哋繼續喺付費區入邊啦，繼續推廣啲人嘅。
太子站嘅，我喺近啲出口嗰度。其實咧，頭先咧係喺太子站咧入咗車廂啊，但係咧喺等咗好耐之後咧，突然之間嗰架車咧就話唔開嘅，咁所以就叫啲群眾咧就出翻去車廂。咁去到月台嘅時候咧，就見到一大批嘅防暴警察啦，包括速龍咧，就喺站嘅出邊咧就衝入嚟，兼且咧係制服咗一啲人嘅。咁而家咧大批嘅防暴啦同埋速龍咧，其實咧就喺付費區入邊嘅。咁咧，大批嘅防暴警察咧就可能会冲出闸啦，所以我都要行喺较后嘅位置啦，以防万一啊。因为始终都系暂时嚟讲咧，啱啱先喺前面见到有少少记者喺度嘅啫。而家咧，站入邊仍然都有大批嘅防暴警察喺入邊嘅。我而家。需要使用车票或是打卡。This is an emergency. The station is closing because